到英雄联盟。二 ，pop， 带图。八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只需要愤怒的愿望。快点的。炸弹。炸就炸呗，真是的，我们不要。这没办法，并不是我菜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这王，我猜不猜？我猜吧，我也不一定赢；我不猜吧，我也不一定赢。我猜不猜，其实都一样。这么地儿吧，猴哥，上海汤臣一品嘛？啊，对，汤臣一品，黄浦江旁边。汤臣一品，哎，汤臣一品的，汤臣一品就后头这小破凳子，这小破沙发，够排面吗？汤臣一品。那肯定是要崩我们了。哎呀，刚才没整好，没扣到兵，扣到人了，一点血啊！团长这玩意儿挺烦人，你知道吧？俺们狗头人前期还是得猥琐一点，稍微，啊，薛微是猥琐一点。一打他用不着，那主义的狗头人 Q 兵太费劲了。凡人注定无法统治，你那刀你不补了？嗯，我们主要扣这个炮车啊，坚持住，把自己的这个钱坚持到500块钱，我们就胜利了。哎，因为我们回家直接就可以来一手耀光，540。哦，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干哈呢你？干哈呢？不是你非得就这么削刚一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再扣会儿兵吧，那这，哎，这呀，完了，12层没了。哎呀，下回一定要记着啊！再有炮车跟小兵的时候，一定得扣炮车。丢失了12层，血亏。我操！但是能崩得死我一样，没扣没扣，别枪毙我啊！居然有扣！哎呀，够不？600、700、800不够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够不够红宝石的呢？来个延寿宝石吧。
哎呀，老船长，你可能还不知道你马上要死吧？啊，你肯定不知道，你要知道你也不至于能削钢成这个样子。把他养着啊，看来养着养不住了。养不住了，把这兵补了。就少了12层，是啊，大哈呀。我这一想，你也不至于嚣张成这样吧？要把抠死！哎，哎，别！好，哎，这捅着可以呀、啊？这捅着这不敢给俺们抠呢吗？这最后再抠再捅啊！呀，消失了，损失了1亿。疾跑吧，疾跑能好一点，换个疾跑。后车12层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后期的狗头人是很猛的。现在后期炮车不是无限除吗？我已经40捡席地了啊！让我抠死你！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无敌了。我是最终的财主，I'm Death。 I'm Death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儿呢？这一个扣扣不死，前排兵我佛了，只能扣500多，500多应该能扣死啊。我们养着这个船长，这样这个船长就可以给我们放桶，让我们抠，你知道吧？他还出了个死刑，好像。快给我放桶，快放，我不放桶呢，
不放桶就 Q 你吧，你是十二层的，等于四个桶。呀，一血打没了。谁家拉克斯？我们家拉克斯。收会儿兵啊。拿走，让我 Q 死，快回来快回来，这蓝不够了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炮车必须得 Q 他啊，炮车炮车。好，我这法力流息袋等于永动机呀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也死，好。哎呀，我扛塔了！哎呀，让塔砸了一下，我的天哪！这怎么会扛塔了呢？我们出个什么想一想啊？西兰刀肯定是不好用，没有啥用，这玩意儿怎么样一个抠能把它给抠死。蓝切，你的每条分岔路都通往火焰。我又来了兄弟，石头人让谁打了？哎，中中中中中，漂亮啊！烦死了，杀个鸡吧。又讨厌这瞎子，跑得贼快，追不上。谢谢你的小桶。没事，你就慢慢放桶。
哟，有点厉害呀，这是人是有点多呀，而且有点越塔了。这你说你们下路这老些人你们不去，你跑来找我来干哈呀？我就一狗头人，把这卖了吧，换个蓝切来。你要下路这老些人，要守不应该守人多的地方吗？当初右这波三杀，初右能杀的能一个勾杀得了 ADC 吗？不能。打峡谷你们浪费我的石干呢，我觉得呀，打吧，那也打了吧，给他打了，打了我们能有快速回城的东西。另外这个给十二层的，变个啥呢，先不变了吧，我就传送挺好的。哎，我觉得狗头人这个 Q 啊，2.2秒还是太慢了，还得等2秒，一二，有真空期。慢慢扣，不着急。别十二层，没有兵了，打个野吧。你来，我去上路扣兵了，拜拜。我这666层，行不行？666，看看这 ADC 一个扣能杀得了不？12层没了，主要是因为包女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包女要不来，我就不扣她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杀他了。这把斗地主能赢，我感觉，我有预感，这把的斗地主。